大家好，我是阿全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新版的 NEX125， 它究竟能不能采发？所以我们特地借了一台旧款的，然后将采发杆换上去之后，就整个外盖都换成旧版的，然后直接上去之后呢，我们将电门打开。好，因为它这次是全时点灯，所以可以让大灯是亮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一踩，哎，一踩就发动了。好，就先这样。